睡觉。谁敲门呢？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你真不应该相信有所为啊！叛变了！哎，别接，别接，不能接电话！哎，爸，别接，别接！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反正就是谁来电话，您都别接就行了。我先出去一下啊，一会儿回来。何总已经去找周昂，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得躲起来，不然的话，你等有所为通过人体信息传输功能来抓我们的话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。不，小乔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小五把这件事告诉他以后，他就威胁他，问他是不是不想活了。我们正要把这事告诉周旺，他就把我们锁起来了，一锁就是一个星期呀。我们差点没饿死。幸亏抽屉里还有点面包，还有半袋方便面。如果说疑点，我知道疑点比你们两个多得多。我相信，在他背后一定。相信小轩的话就对了。你们三个现在都没有能力和我对抗。伟哥，我相信你是对的，是吗？小贤，我真的觉得爱心俱乐部是一件大事。我不想分散你的精力，但是现在不得不打扰你。你已经快应付不来了吧？原本还可以勉强应付，但现在恐怕不行。我明白了。有敌意正在迫近，有敌意正在迫近。跟我走吧。人体信息传输。有所为，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了，我们会制服你的。媳妇儿不用你们这么热情啊！什么叫你媳妇儿啊？啊，那是我天哥的媳妇儿，我定。小五定。上我家来抱我媳妇儿，这么弄我们就回不去了，回不去怎么洗钱？怎么洗钱呀？不，今天弄成这个样，都是因为你非要用黄梅跟猪八戒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老板，你凭什么对我嚷嚷？请你听清楚，你不是我老板，你只不过是我的合作伙伴而已。我，你说我是不是他老板？老板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，懂了吗？懂。牛魔王，这两个人怎么办？剁不剁不吃了。你敢？他们是我的人，他们已经跟你不是一条心了。这里是法治的社会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有所为，这里我说了算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谁呀？想打架是怎么着啊？我拍你死的。要不然我的公司势必会被查封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我的损失已经够大了，请你不要再逼我。还有，要合作可以，但有一条，绝对不可以杀人，懂吗？说话。
懂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，以后你们说话对我客气点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太子我就让他失灵。我也会。他们收买了猪八戒。半个月前，猪八戒和黄眉大王被牛魔王采集原料，但是他们回来后，这半个月的记忆全被清洗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我想借一下沙暴。维哥现在需要我的帮助。牛魔王利用维哥，无非只有两个目的：第一，让他帮他卖不老丸；第二，就是洗钱。可是他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来办这件事情。现在申请的专利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原料是他无法申请专利。原料？对。猪八戒和黄眉大王的记忆全已经被清洗掉了。牛魔王如此谨慎，看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违禁之物啊。牛所为想弄明白这种原料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才假装跟他们合作。维哥本来还想继续寻找机会，可是被荷兰小五王天大这三个热心肠的人给破坏了。荷兰找到了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假装不知道，所以必须联合工商部门查封他的公司。所以啊，他装不下去了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对，维哥喝茶和别人不一样，如果他做人的原则发生了变化，他喝茶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。你打算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？第一，先找一颗不老丸，换一下它的成分。第二，给维哥找机会接近原料基地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阳谷县狮子楼。狮子楼三个字不认识啊？哎，这个地方我可知道啊，这是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。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。那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七月七。七月七？七呀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狮子楼啊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来了几位客官，怎么着，要点什么呀？啊，别怕，他们是唱戏呢。这几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？住店。啊，您有几间房？有。你们俩住一间就可以了吧？对对对。嗯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我嫂子当然得跟我天哥住一起了。跟前夫住一起，那我这在职的住哪儿？你在职的算干嘛地呀？别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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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自己选，你说。哦，再想不出来，跟我住一屋。好了，别闹了，不如一人一间吧。八间。小二小二，上房八间来了。楼上八间上房，各位请吧。楼上请来。楼上上房八间。
那我就勉为其难了，我就。我们真的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吗？咱们先顺从他，掌握第一手材料，再伺机而动。伺机而动，走。拿了。你现在那边是什么日子？你还好吗？这个瘦不了眼，他们家又吃红烧肉。红烧肉。是自个儿折腾折腾的。你切，那我不跟你说，这话说我找老牛去。哎，找在瘦的人脸上。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折腾你鼻子，这里边必有文章，你不能回去。老牛，你就这么对待你兄弟，怪不得没人跟你。就是你这么对我老朱，还想让我管你这管你那，你想的还真美。我就不信你们对我的不老顽不动心。是什么？不老顽？黄梅，你告诉我，在小西天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非要吃唐僧肉？你们都出去。把门带上。什么不老顽啊？走。你想让他们都知道是吗？都知道了又怕什么？你难道不怕他们打你不老顽的主意吗？我为什么怕他们打我不老顽的主意？每个人都有长生不老的梦想，只要他们愿意给我创造财富，我当然可以每人上他们一个。那么猪八戒呢？只怕你的不老顽没有办法。为什么呀？刘总，不老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种能让人活一万年的药。真的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我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该不该信，但是他说他有。你会为了一粒不知道能不能让人活一万年的药跟我决裂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不知道这个药
到底灵不灵？牛魔王有一种长生不老的药，叫不老丸。长生不老，真的啊？这就是尤素维跟他合作的原因呢。哎，要真有这种药的话，弄一粒尝尝也不错呀。啊、怎么了？长生不老不是罪。他不违背人心呢。我会亲自带着猪八戒去趟2007年，这样你们两个就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狼啊，会把你们给吃了的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原材料基地，那儿总没人，我心里还真不踏实。那我们回来的时候，记忆会不会也被清洗了？你们非留着这段记忆干什么？没事儿。有所为，好像对那块颜料基地也很感兴趣，所以你们不要留下任何线索，而且最好你们也不要对这个原料打任何主意，不然的话你们会死得很惨很惨。唐师傅，陆施主，哎，悟空和八戒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？嗨，我就是为这事来的。怎么？唐师傅，您再念一遍紧箍咒吧。悟空又丢了？这丢了有大半年了都。好吧。进来吧。哦，小倩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这大半年玩嗨了吧？你现在把俺老孙叫回来，你说让俺老孙收拾谁？啊？这次把你撵回来，是让你回去。回去？哎，去哪儿啊？保护你师父唐僧西天取经啊。小倩儿，俺老孙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帮上你什么忙，你现在让俺老孙回去，俺老孙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倩儿，这么着，俺老孙给你立一个大功，你瞧怎么样啊？算了吧，你啊，还是回去保护你师父去吧。啊，小倩儿，俺老孙都听你的啊，都听你的。想不回去行哦，不过咱们俩得立个君子条约。哦，啊，你说，跟这儿必须得都听从我的命令。哦，如果不听，哦，立马送你回去。
你说你让俺老孙去打谁啊？你先别急。哦，啊，好，你跟那屋里啊好好待着，嗯，好好管理管理你那博客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不让你出去，你就哪儿也别去。嗯啊，哦，好，你可是我的骑兵啊，你一露面，他们都不露面了，就俺老孙厉害。小青，哎，你找我？哦，猴哥，哎，你回来就太好了。俺老孙要不回来，他又找唐僧念紧箍咒，非得给俺老孙脑瓜子念崩了不可。好了，哎，咱们说正事儿了，来。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好好坐，好好坐。现在有所为的公司不能再帮牛魔王洗黑钱了，所以他们现在需要找一个可以帮他们洗钱的公司。数额这么巨大，一般的公司可不行啊。所以啊，找你来帮忙。我来想办法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买家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看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有点问题啊。哈哈，哎，同志，下午咱们俩再谈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那下午见啊。好。任总。飞人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好啊好啊，能为飞人效劳我是求之不得。哎，需要什么帮助啊？我要用一下你的身份回你的办公室。哦，好好好好，用多久啊？现在说不好，这几天我来替你上班。那我的业务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把信息传递给你，不会耽误你工作的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就现在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您用，我现在就出去啊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还要麻烦您跟一楼保安说一声，来这个房间找您的人必须把手机等一切物品都交给保安部。哦，拿到手机以后立刻把电池拆掉。那为什么呀？当然是为了安全。哦，没问题，飞人说什么都没问题啊。好好，您请。电话转移到移动秘书台，请留言。刘总，听说你手里有可以让人活一万年的不老丸，到我这儿来谈一下吧。哎，啊，哎，是这桌，绝对是这桌。干嘛？您慢走啊！再见。先生，我可找着您了。哎，先生，我已经血扣到了。您就把那鼻子给我摘了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大点声，我冲这边说。我说我已经血扣到了。啊，扣到了，好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啊！记住啊，老毛病别犯啊！啊，一定别犯了啊！一定一定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我说，你说咱们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呢？走，好几天没洗澡，浑身……哎，你说你是一只猪，你还这么爱干净？你说，哎，你多长时间没洗了？我一个星期了，就不痒，不痒，
你再感觉一下，哎，好后背，胳肢窝，对，你看看，对，哎呦呵，我挠挠，哎呦呵，怎么这么痒啊？还真有点痒。你说，对，你说这玉米糊里吧，天天逼着我洗澡，这几百年了，几天不洗，还真有点别扭。痒是吧？走走，洗澡，干嘛去？洗澡去吧。有所为，好像对那块颜料基地也很感兴趣，所以你们不要留下任何线索。东子，尤总，他们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去了上次你跟朱哥去的地方。别以为牛魔王是个大老粗，我们回趟2007年，时空穿梭共鸣。说话。哎，老牛，你那个不老丸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老丸呐，就是你吃了以后啊，能让你活上10000年，想不想尝尝？10000年啊！哎，老牛，想尝吗？要不你也给我弄一个？不行，现在不行。只要你啊，踏踏实实跟着我老牛混，到时候肯定给你一粒。那，说话算数。说什么呢？我老牛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？现在做大买卖，挣大钱，就得讲究诚信。诚信，你懂吗你？我懂。不，你懂啊？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懂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别人说什么你都说懂了？现在行业这么多，每一个行业里边都有大学问。人家问你，你要说不懂，他就往死了坑你。你要说懂，他坑你的时候就得掂量。哎，懂不懂啊？懂啊！这是那范总说的。范总说的对。哎，那个老牛啊，你自己先慢慢洗着啊。我上趟厕所啊。啊，对了，别忘了啊，欠我一粒不老丸。别忘了。牛魔王和俺老孙有800之交，还是俺老孙的大哥，这不让俺老孙为难吗？哼！小姐，你听。喂。喂。诸葛。我是诸葛。什么秘密啊？牛魔王手里有一种药丸，叫不老丸。朱哥，那早就不是秘密了。哦，小青，你在啊？啊，那你赶紧过来吧，我跟牛魔王在洗浴中心洗澡呢。啊，叫洗得爽洗浴中心，咱们哥俩把这拿下，我等你啊。哎，朱哥，朱，哎，小青，你赶紧过去啊。这不是果乱的吗？这个，现在朱哥回来了，你又多个帮手啊！我是特意让他们感觉我现在实力弱，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去卖不老丸。小千，凭你们几个人的力量，一定能拿下老牛。不管他的不老丸是什么原料做的，不也没法做下去了吗？对，
这么做是简单了，可是我怕我把老牛拿了以后别人接着做呀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怕朱哥给他们打了电话，万一老牛有所察觉，我再一不出现，他岂不我心里有鬼？猴哥，哎，这次我自己去，记住了，千万别露面，啊！好，太好了，只要你不让俺老孙跟那老牛见面，别让唐僧念紧箍咒，什么事儿俺老孙都听你的啊！好，这计划全乱了，现在。哦，上什么厕所呀？这是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长生不老啊，知道不知道镇元大仙的人参果啊？那闻一闻就能多活360年啊，那吃一个就是47000年。我老朱，我要是得了人参果，我就使劲闻，使劲闻，我闻它3天3夜我再吃。看什么看？不服是吧？咱可以找一没人的地方，老朱，我跟你决一死战。哇！嘿嘿！啊！看什么看？他的手机已经被我收了，上啊！小青跟朱哥啊，那朱老安，你还真信吗？万一是真的呢？红皮大王，你要帮我，我让你活10000年。是是是。朱，嘿，你这，朱哥，嘿。那可是你自己说的，10000年。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牙都没长齐呢，跟我斗！我这儿，我说过不许杀人，别人可以不杀，但留着他就是后患。沙豹已经在你手上，他对你已经没有威胁。哦，是吗？那要是复制了第二个呢？这种武器多一个，对这社会就多了一层隐患。他不会复制第二个，是吗？那我得问问。
我真的信错了你，对吧？请你给我一个拒绝一万年寿命的理由。看着我，咱们复制了多少个沙包啊？复制了多少沙包？我问你话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这个你总该在乎吧？站住！哥哥，走。又活了。哎，小青哥哥，傻妞先给你疗伤吧。不急，不急。扫描我的大脑信息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太高兴了。对，就是这几个字儿。你知道你复活我多高兴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最好的女朋友，就是你最好的男朋友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好了，傻妞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复活的？傻妞是2060年的物质制成的，火是炼不化的。哦，是牛魔王的法力，把傻妞全身各部位的系统融到了一起。现在傻妞的这种系统可以任意转换。比如说，傻妞可以变成气体，扔进小青哥哥的身体里。没有破坏作用吗？会，傻妞所有的禁锢就都被摧毁了。禁锢？嗯，就是开关键没有了，
表情状态选项也没有了，傻妞不用再听主人的指令，也不用那么僵硬的转换表情了。还有啊，傻妞的功能输入到小天哥哥体内，傻妞自己的功能还能保留。这么说以后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？嗯，太好了。哎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又是一条发错的信息。哦，哎呦，小青哥哥，我还是帮你治伤吧。好。